人类的迷惑行为，在厕所久蹲后，在厕所蹲了很久的我，腿又麻了，哦，全身都麻。鱼的记忆，啊，好热啊！去搞一根雪糕吃一下哈。我刚刚干嘛去？啊，对，我要去吃雪糕。睡前上厕所，睡前上厕所回来。哪怕只是回来看两分钟视频，也要再去一次厕所。洗手，拿了快递，要洗手。Later， 拆了快递，也要洗手。打开饭盒，油碰到手，总之要洗手。找钥匙。钥匙呢？半天都找不到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不找它又出现了。以上这些人类的迷惑行为，你中了几个？喵耶！